探索宇宙起源、天体起源和生命起源，它实际提供了一个极端物理条件的太空实验室，它会给中国的射电天文工作者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突破机会。这是过去我们没有的，他下一步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怎么使好这个科学的利器，使得它有产出，回馈国家，回馈公众。FAST 的建设本身呢，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工程难题。望远镜的指向跟踪呢，使用了一个绳牵引的一个机构，里边还有一个机器人，使得这个整个的机构变得比较轻巧。所以这三项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。戴昌昨天不是去看过了吗？你可以先跟那个赵总复线，还是要下去。对，好的。几层保险呢？现在是两个比较可靠的吗？U型的东西，你那叉子底呢？三个。你屏蔽没有问题，强度也没问题，你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强度。对，但是。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，长个儿了，没长啊，一点长，一点没长，没长。你媳妇走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这个、老师啥时候来的？我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，嗯。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，科学风景。我们相信呢，这台科学设备的建成，一定对于青少年一代，他们呢能建设更完整的科学体系，增强他们对于自然探索的兴趣，应该有很大的帮助。